这些家伙，你是自己的前夫配偶，贬低为泥土里刨食的鼠辈，利用我崇拜的偶像身份，欺骗我的感情，还不是用伤方法破坏了我精心营造的陷阱？最后那条好像没什么问题。不可！我的狼狈逃窜，只是为了把你们引进绝路。 火箭，听从我。